大家好，我老婆在吃饭。今天下午我老婆没吃饭。看，我女儿和我老婆学呢。哎呀，我老婆刚才就是呛到了，然后我女儿就给我老婆拍拍后背。这一点让我老婆高兴坏了，因为今天下午我老婆就是这两天身体不舒服啊，就没有吃饭，刚刚就是搞了一点吃的，然后就是吃东西，我老婆就是喝水呛到了，一咳嗽，我女儿立刻去拍我老婆后背，因为我女儿就是吃饭啊干什么呛到，我老婆就拍她的后背，她所以就学会了。能不能中？让我老婆再试一下，有，妈妈，咳嗽咳嗽有，让我老婆试，哎呀呀，哎，安吉拉真乖真棒，安吉拉是个好孩子，哎，哦呦呦呦呦呦，安吉拉是个好孩子，给我老婆煮了杯奶茶。平时都是我老婆给我煮奶茶，今天我给我老婆煮奶茶。哎呀，你看我丈母娘抱着我女儿，我丈母娘抱着。这就是煮的奶茶。啊？看，我老婆鼓掌，她跟着也鼓掌。现在就是我们做什么，她就跟着学什么，唯独不跟着学走路。走路走一步两步就想趴在那里爬。爸爸也学的。爸爸让你。鼓掌，鼓掌！你的手呢？手鼓掌。看到这里的垃圾了，我要去扔垃圾，把这个奶茶端到屋里面。好喝，好喝，多喝点。哎呀，倒了吧？你不听话，不让你抓这个桌布，你非要抓，结果没站稳就倒了。妈，给他哟。安吉拉，刚才去那屋子里面，然后就是，我丈母娘，就是从这个门想进到我们这个屋子里面，安吉拉刚好在这旁边，就直接。用力一推门，碰到我丈母娘的头了。看，再见。阿妈，雷婆婆。看，我老婆原本，她说她要喝那个水，然后她说她不想喝热水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我去给你煮点奶茶喝。”然后就给我老婆煮了一杯奶茶，刚好煮了一杯，一包牛奶，然后稍微加了一点水。他们这边的人就是喜欢喝这个奶茶。安吉拉在这个门口，然后就是到那个屋子里面，然后再过来。有时候是爬着过来，有时候是哎手，有时候是爬着过来，有时候是走着过来。两个屋子通着呢。喝完了没有？还有这么多，慢慢喝。趁热喝。看安吉拉。到那里去了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安吉拉，过来。妈给的了吗？来，
看，我老婆说妈妈妈妈，然后我女儿就看着我丈母娘说妈，指了一下我丈母娘。好了，你在那里睡吧。安吉拉，你就睡在那里吧。爸爸，爸爸，拜拜。嗯，再见，再见，和爸爸再见。哎。站起来，安吉拉，站起来。你怎么又趴在这里了？凉不凉？站起来，来，站起来。啊，站好，站好啊。走走走，你不要把我关在这里，走走走，找妈妈，走，走，又跪在这里开始爬了，哇呜，已经习惯了，得想办法让他慢慢的加大距离走路，慢慢的锻炼。今天下午走了一会儿，走了将近，然后就是他走着走着就是想蹲在那里，然后蹲在那里，他想爬就让他站起来，站起来又走了一会儿，我估计走了有20几分钟吧。然后站着，带走路，然后没有跪那爬，也没有就是坐在地上，哪里都没有坐，站着或者是走路有20多分钟。看看去了，你睡觉吧，马上10点了，马上10点了，你睡觉吧，赶紧还跑，特别的精神，还关门，安吉拉在关门，小心手啊，走吧，手，啊，你怎么又打开了？我老婆正在查找东西。桌子上这个桌布，你怎么拿到这边来了？安吉拉，站起来。啊？睡觉吧，睡觉。啊，自己拍拍自己睡觉啊。啊。爸爸。爸爸。爸爸。哇哦。自己拍自己，医生让他睡觉，赶紧自己拍自己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安吉拉，安吉拉，站起来，出来，走了。后面那个插座，他什么时候去抠，我什么时候去打他的手，然后打的现在看到那个插座和没看到一样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录制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